一点，因为听不到。哦，这是我们所采集到的化石，可能是一个恐龙宝宝。对。那经我们研究，我觉得这化石也有可能，非常的古老。但是我觉得呢，有些东西讲不出来的情况。那我想下集再去。你要介绍各个部位，各个部位。有可能，这可能就是它的生殖器，就可以看出它是男的还是女的。那请问这个是什么？这是它的头，然后这是眼睛，对。然后这个豌豆的部分就是它的脊椎。哎，脊椎啊！很吵。继续。然后这是它手的部分哦，我们精心发现，它有四根手指头，好烂。下面中间那个。是他的。